一，我们得离苦吧，啊，再往上看才能成就，离苦都不能了，还修还造了，看不看见？咱还看见这样受用的精神，去见师傅，很有因缘。他跟师傅说：“说师傅啊，我想受菩萨戒，行吗？”师傅说：“你现在受什么戒？”我现在受一受有戒。师傅闭眼睛过来了一下，师傅说：“不行，你连五戒都不会持啊，你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呢？告诉我。”他说呢：“人家说呢，受菩萨戒给你护法大。”看看啊，这个我们修行人当中出现了问题，我们会不会修啊？给你的护法大谁说的？哪怕是一个你出家的师傅，你不行佛法都照样拿你不误啊，给你的护法大，给你的鬼也怕呀，你咋不想在那边说真的，拿你也快呀，你身为佛子啊，你不延迟戒律，你不研究佛法，你研究哪个护法大？你看我们都修的啥，这都我们修行办事儿，不能这么修啊！说白了，自端会命啊！你这么修就可惜了。说你那么一颗至诚的心去信佛修行，已经非常难得了。但是你为什么这么修呢？是不是？你亲近三智上，获得正法不得了啊！他后来师傅说：“算了，你五戒都吃的不对。”后来他自己就乐了，他说：“师傅是。”我还骂人呢，这样的人都受菩萨戒了，为啥别人都受了，给他护法又大呢？这话我想是别人告诉他的。所以说我们怎么不造恶呀？我们老觉着，你告诉他受戒给护法大，这个一定不是他自己发明的，肯定说你受戒给护法大，告诉这人背不背因果呢？哎呀，所以说同修当中也很重要，希望大家同修。因为咱们也说众生障重业深根前复活，不能同修，凭一两个人的智慧足以不够。那么同修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正修的同修啊，你别说啥都同修，这我们得分清楚啊。那有的人有，我只是我见就认为他说的对，都违逆佛法呀，那也叫同修，哎，还跟着修呢。哎呀，谁谁说的？他咋说的？他有神通，你看，那佛说的不比他神通大呀？哎，他不听佛说，他听他说。这其实我们也见不少，有神通的人，真周围有一小圈人，都围着他转，你颠不颠倒啊？我们认错地方了吧？那师都不知道是谁了，佛才是师啊！我们为佛转才没毛病，这道理没懂。受戒的问题咱还讲，就是我们以一颗修行啊，自己啊能为众生表演自身这个法，欢迎每一个真修的居士去受戒。当你受了戒以后，你要严持戒律啊，既能修己也能度人，是好的现象。咱们有的居士说，哎呀，受戒就有戒体，告诉大家，持戒才有戒体啊！受戒固然是好啊，但是你不持戒哪有戒体呀、啊？这个戒体是持戒而有的。像每一尊佛啊，都讲清净啊光明的本体，持戒来的。说你受戒不持戒，那你就不存在这个光明的体啊！这只是我们凡说啊，不是圣说。我们有些居士这么讲。其实这个受戒的现象就是执行正见真修啊，不可比，说我受啥他受啥，这是在相上见，即为贪，贪也是魔啊，也是惰。所以说比戒这一块，谁这么受戒谁去忏悔啊。第一，第二，有的时候到寺庙咱们见过一个受菩萨戒的居士，说我们一看呢，可以说连这个怎么说呢，连五戒都不够，但是他受了菩萨戒。那怎么受呢？到寺庙以后，师傅说：“赶紧受戒呀，今天正好不受菩萨戒，快去快去！”这么受的戒，这个师傅有的因果，佛没这么教着我们啊。佛说严持戒律，你说你心不让他受戒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呢，他不会持戒，这种人犯戒了也罚他。
是护法啊，也得过，但师父背不背过，也背过了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掌握好，无论在家无论出家，我们怎么修自己，我们怎么去度化别人啊，就是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，我们要去考虑。那么再讲受了戒的居士，你让德国的时候罚你可严重，再给大家说说你受的戒越高，量你的这把尺就越严格啊，说你受了菩萨戒，你做的事儿跟凡夫似的，打凡夫是50大板，打你150大板，为啥呀？你戒律在呀，你受这么高的戒，你不延迟戒律，不罚你罚谁呀？就像我们一个执法的法官啊，说你执法犯法，判你当然严重了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受戒固然是好，我们一定要真修，我们一定要延迟啊，表自身的法。所以说这个戒律这一块我们必须得想好，你说不让受戒，我没说不让啊，欢迎每个人去受戒，但是在受戒的同时，我们一定要想我持戒的问题啊，这个问题我们得想好啊，不是说随随便便当了就受戒了，受多高多高的戒，你这个就不如法，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。越是大场合在那修的晃动的居士，这个现象越严重，越认为他修得好，他受的戒高啊，所以说没获得正法，没有真法。所以说佛是讲啥，就是讲法的，我们应该获得的是啥，也是法，不是别的啊。欢迎受，必须延迟戒律问题咱们就讲了一点点。那么咱还是拿谢学林果今天再分析他，咱们讲贪污那个啊，长脑瘤死那个患者，什么我们看说他花这么多钱没能超出地狱啊，那么你说这是前行定律吗？不是。你说这是做一场经就能决定的吗？也不是啊，业因果报决定了他的去向。在这个时候超拔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经常的讲，但是他这都不一样了再讲。说你做了一项超拔，这个人就从地狱出去了，也能也不能，这个是辩证的佛法。说能不能给他超出去啊？说他业力决定的，业因果报决定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到底去了哪里，上面我们讲这个问题迷呀、啊、没有人能知道。所以说要有一批人觉悟啊，就是我们放下世俗的念，起心动念都是佛法啊。其实我们又去念真佛法，我们眷属冤亲债主皆因你的正法而离苦，是这么离苦的。说每一个人不能获得正法，那你就不能离苦，不是想的，说我想求什么我就有什么，那怎么可能？哎，那人生不这么苦，佛也不用讲法了，你想什么就有什么，你上哪求什么就得什么，这是不如法的。所以说在抄的时候我们都长智慧啊，在那个我们眷属已亡的时候，我们能做的啊就做，能做什么做什么啊。至于说抄完了上哪不上哪，这事你别研究了，我们还是研究不懂，因为我们不知道。我们还讲说你造了业以后啊，你求谁能行能解脱，告诉大家唯有求自己啊，唯有求自己。为什么咱们说让你一念的去信去忏悔不造啊，然后才没有。当你得了这个果的时候，你求任何人都求不得，不能获得啊，唯有我们自己唯心去忏悔。他说有的一些定业，就像我们上午讲那个强天那些真是定业，忏都忏不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得果吧，得到啥时候这个业消尽的时候才行。这就是佛讲的一个定业一个不定业的道理啊，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那么上一节课呀，我们还讲一个法官的故事啊，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大家执法的困难啊。法律是显现真理的，法律是显示公平与公正的啊。我们执法的官是党给了你这份神圣的权利啊，
是以无始劫修功累德而有了这份圣洁的权利啊。我们怎么用啊？说站在你面前的不是苦难的就是罪恶的，就这么两种人打官司啊，没有别人。无论我们面对哪一种啊，我们都要正用权力啊，我们不能显示公平与公正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不能显示这个，你没有这个权利，因为你手攥着这个权利是党和人民的期待呀、啊，啊，我们怎么用啊？说我们怎么用这个权利，我才不犯法？我们怎么用这个权利呀、啊，才不造恶？我怎么用这个权利，我才不昧良心啊？一个摊子的。法是啥呀？法是一个天平啊，不能歪呀。如果人人都判偏案子，个个都不在执法，还要法官干什么呀？给了你这份权利啊，无始劫获得它，为什么不珍惜呀、啊？嗯，多少人造恶？看看他们站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他们都造出不同的业力。所以我们说，看他们都咋造恶的。啊，给他们权利，他们是怎么用的？是我们没有现实因果的时候，并不懂这么多，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。啊，所以说这一批人将来这么造恶的人，还有机会再得人身吗？没了。给你权利的时候，你没好好用啊，你还想再得人身，能吗？不能啊。所以说，我们站在任何一个岗位上，给我们任何一个担子，我们都要演好。我们都挑好啊，人一生就是一个大舞台呀、啊。我们从出生啊到老死，我也有无穷的角色让我们去扮演。我们怎么演呢、啊？啊，我们从小朋友到小学生，到中学生，啊，到工作人员，然后我们又变为父母，我们又有了眷属，我们有了不同的岗位的工作，都是我们人造作的，没有人谁去做呢？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如何演好我们的角色啊？如何走好我们这一条人生的路，我们才没有灾难呢、啊？佛法呀，谁缺了佛法能行啊？谁都不行。没有佛法，人们就缺乏智慧；没有佛法，人们永远也去不了这颗无比的贪婪心。这个贪婪心与生俱来的，啊，骨子里就有的。我们无始劫在轮转，为啥要贪呢？不贪我们就做佛菩萨了，我们就不得罪舍身啊。无始劫的贪婪积极在这块儿，想要我们一下子就扔掉这个贪婪，哎，不切见佛法谁都不能啊。用佛的话说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不投佛修终不成就。你有佛性啊，你得投佛修啊，佛让你咋做你咋做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在修的时候就是比较颠倒，把佛法用的少了，世间法用的多了，出现了偏差，出现了颠倒的现象啊。就是我也希望啊，我们的眷属啊，我们的朋友，你们获得正法了，告诉他们每一个因果报都是真实不虚的，都送给你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师父观到了只是成千上万造恶众生的一个呀，一个代表。那么那些个法官都造啥恶了谁知道？没有人能知道。当他得果的时候也没有人能知道，因为你没有这么好的姻缘碰见师父观你的现实因果，没有答案，你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无始劫轮回咋轮回的？就这么轮回的。你欠人钱找你要那猫去了，那咋的？你不欠呢？这大人为啥不让大家看仙儿啊？我们从现实因果中去认识仙儿，你就懂了。他一个官给他下来以后，这官告诉大家非常有功力，属实能阻止业力。但话说回来，跟你扣里头这不是事儿啊。我们也无数次在讲，送灾的不能啊，送财的也一样不能啊。啊，为啥看仙的人是越看越点背，越看着小脸越黢黑，什么人？哎，给你扣里出不来了。
啊，你神神都出不来了。最终我们说仙儿是六道的众生啊，佛是十法界的啊。我们看这个佛在这儿坐着，你说这个佛法包容世间呐、啊？我们人在这儿呢，仙儿在哪呢？最大的仙儿是天呀，啊，最小的仙儿红毛仙儿在这儿呢，看看呀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他们出来给众生看病，阻止业力？因为他没通理呀，没有佛这么大神通，不懂得法理，没懂得业因果报的循环，所以仙儿来了。我们凡夫为啥去呢？你也没懂得佛这么多法理，所以你去了。仙儿为啥看呢？因为你凡夫啊，你不懂得这个法理啊，仙儿附你体你就看了。仙儿咋了？仙儿也不懂这么多法，他也出来了，是离家离家离还等于离呀、啊，离一块儿去了，就这么离的。所以说，看这现象没有？他认为人家看得好，哎呀，说他家大仙儿啊，那都排号，造不造业呢？说我们真修的佛子，你可以别往这里进呐、啊。告诉你啊，你欠多少你还多少，你不挣才是办法。你今世不还，来世还不还？话说回来，给你扣不出来，这个问题可严重了、啊，啊，被严重死了。你神识出不来了，送灾送财的都不进了，你看你今后还点儿背呢？哎，你越点儿背，你还越看呢？你还越整着，这就是我烦恼。你是越整越多，最后整不了的时候就上佛门了，啊，信佛了。走到这儿我们就应该觉悟了。完了我们还整着，还写佛，还打吉祥树呢，我们还大，就是我们从头迷到尾呀、啊。我们从头求，一直求到这儿还求呢，这就颠倒，严重的颠倒，没明白这道理，所以说没有人成。你这么想，如果佛要能阻止，还有仙儿吗？为什么佛要讲法？就是没人能阻止的，就是业力，谁也打不起啊，自动流转的，是你的不能给别人的。但是人们造恶的时候，你记得啊，给你的权利你也不会用。但是德国的时候可叫迷惑啊，为什么佛说千般叮咛啊，万般的嘱托，说造什么道理？到底造完以后谁能帮啊？啊，自我解脱呀，没有别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任何一个入正知正见的佛子，啊，万万不可这么做。那谁这么做，谁得用？因为你以前不懂啊，你颠倒。现在你入到佛门了，一念的觉悟，你必须得知道这个道理。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修行，修十年、二十年，他不懂这个理，该求不当啊。那吉祥树、吉祥表，它该烧不着了，卑微因果呢？告诉你卑，你站在佛脚下的你都不觉悟，那凡夫怎么办？是不是道理啊？所以说，在这一块看，我们造什么样的恶，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丝毫不会差。那么现在他进到这里头，还以为挺好的，啊，挺满足的，求条得了，就是还是一个字儿啊，啊，你暂时就得了，但是。你知道这种下祸根呢，将来一系列的问题都随着这一块儿因这个因的起，你就要得无穷的果啊。所以说不懂得因果，你永远都没法成就，离苦也不能。这个问题啊出现在这儿。好，我们还分析上下课。没有，我们讲一个13岁的女孩啊，因为家里做了假水泥而导致这个孩子精神病。你说这么大的业力的孩子求谁能行呢？咱再看看，说你看仙能行呢，还是你到寺庙挂牌能行呢？你还是求寺庙的师给你做超拔能行呢？不行。所以说我们在现实因果中再来认识，看看颠覆颠倒，说你想要的吉祥是不是他有的吉祥的因啊，他才有这吉祥的果。说你一张纸烧那就吉祥了，这不是万难的佛菩萨呀，为啥不让你做颠倒了啊？颠倒，你像这个现象，这13岁多小的孩子呀，什么时候算完呢？你父母活一天就累着你一天了，精神病够不够呛啊？说当初我们不昧良心，我们从小就获得佛法，我们一个贪的念都不起，我们如理如法，我们今天
怎么能得这种病呢？当我们得了这种病的时候，他也是在开心啊，上这开上那整，整啥能行呢？告诉大家，整啥都不行。所以说，啥你都不能整啊，唯有自己去修行。那现在你已经得了，赶紧觉悟吧，还不觉悟？说你这么没心情，你吐出你的原因。所以说这时候咱们讲起这么没心情的人啊，难以处理。我们见过一位受菩萨戒的一个居士，她丈夫是那个某某某单位的，咱就不讲这个，要讲事儿。是很有权，在这个企业呀，给人家做计划的。当师傅观察现实因果的时候，师傅说他在阴曹触犯的法律是什么呢？叫变卖国家财产罪。阴曹地府啊，什么样的法律都有，跟我们世间的法似的，你造什么样的恶，他就有什么样的法来制裁你呀。后来问他，你丈夫是干啥的？他说呀，是劳保企业给这个机器呀做计划的。说大企业啊，这个机器每年就要做计划，他拿了这个计划单子呢，到南方去进这个件儿，在进件儿的时候，他逼问了，就说你有了这一份有实权的工作啊，就是你无始劫修啊，会不会用啊？给了你工资了，你就是应该一份来做的这个，但是呢，你从中去逼问，这个就不行。就这个东西明明进价可能是，假如说100块钱，到你手里头做成120块钱，啊，就多出20，那这样式就是有罪的。没有人能意识到，他就给你点缝啊，说的非常轻松。这就是啥？因为你这个机器呀是企业的，啊，就相当于变卖国家财产了。是不是看出来这么多机器呀？你问他，确实。就是当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，一定要想了头上30即是神明啊，会不会烦你风险啊？你像他拿这个计划单子跟领导说多多钱进，领导就以为是真的，你这不是会不会烦人了吗？岂不知啊，你头上30神明记得明明白白，没想到就没想说，哎呀，那我们也做功德啊。他老伴说，哎呀，他也磕头，哎呀，我们都上庙都1000010000的捐呢，你看不理解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往里头悟了，思维这个法，不理解说我们这么做功德，为什么我丈夫病得这么严重不好？是糖尿病综合症，眼睛接近失明，什么道理啊？你贪污了100万呐、啊，你捐出去10000块钱，你还不是以赎罪心捐的，你是以做功德心捐出去的，你没有用。那个心都没念都不转，那时候哎呀，过去我没懂佛法，我不知道这是罪这么大，知道贪不对，但是我有这个权利我就想贪，只要我有了这个权，有大贪大是有小贪小啊，没权利也想贪，没本事的。说这时候他没往这儿想，没想说我贪污赵国大哥我的钱应该以一种忏悔心啊，给他吐出去，这时候能减轻罪恶。话说回来，你贪污10万块钱，啊，你上寺庙都捐了，都不免你罪，怎么能免呢？哎呀，原来你这是错的，你生日没有你的忏悔，这行。为什么说法重要呢？理要通呢？你捐了这10万块钱，你就认为捐钱有功德，我就捐，你求的是功德呀。哎，你可不是减罪过去的，人说腰疼你得治腰，头疼你得治头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没懂。这种现象非常之普遍啊，遭饿了直到手里怎么上寺庙捐钱呢？啊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修得好啊，他也不吱声啊。哎，你看谁谁谁捐多少钱，哎呀，他还在这个面前捐的，你看我都捐多少钱，岂不知你遭饿大了，自己知道咋回事啊。不能欺骗自己，也不能欺骗神灵，告诉大家。所以说有不少这种现象。那就咱们说这个居士，就是哎呀，我们建庙啊，咱们给寺庙都不少不少捐的，如何如何呀，是不是乐？是不是你捐这个钱可不是你忏悔的钱，可不是你往外吐的钱，
那能一样？你这个起心动念都不对呀、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你就认为说你是寺庙捐多少钱，然后你家的这个病就好了，灾难就不见了，能吗？金钱与业力两笔账，必须得懂这道理。我们没理解，像做超拔似的，就认为我拿钱超就好使了。如果是这样啊，那个佛法就是交易，因果就是买卖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论金钱了。佛法是论因果的，因果面前人人平等啊，不分老少啊，不分男女，不分在家，不分出家啊，人人平等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就是我们把金钱与因果联系在一起，把它联系在一起，就说就认为拿钱就能做，啊，这个概念是错的啊。所以说我们讲法的目的也是告诉我们。有贪污行为的，你生无比的忏悔，你赶紧往外拖，啊，知道错了，啊，我是自欺欺人，因为在面前我捐多少多少钱，大家还都围着转，哎呀，人家是大修行啊，人家也在寺庙捐多少多少钱，这种现象我们没少见，啊，周围就是羡慕他，啊，都推崇他，修得好能捐，能捐好不好呢？好，啊，能舍，啊，难舍你都能舍，但是舍用。多种多样的舍，说我现在懂了，我要供养法界众生啊，那你就捐，这个捐也功德无量的啊。说我要供养三宝啊，啊，这你也功德无量。说捐有功德，那我就捐，没功德。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念怎么起呀、啊？为啥教给你？教你长智慧，没智慧没问题。教你啊，说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正的。不可缺少的就是正知正见啊。那么怎么捐？那、啊、后来师父就说啊，没法办，你都贪那十万，你才捐三万两万，那七八万怎么算呢？再说了，你捐的这个念也没对呀。哎、啊，告诉你怎么捐，捐啥呀？往外吐，你先吐出去再捐。再有一个啊，咱们这个捐就捐钱的这事儿。做布施的，你必须得先把你所贪的钱财吐完了以后才能捐。告诉大家，哎，你身背着业力呢，你还欠着外债呢，然后你还去捐款，你捐这个款告诉你啊，没工作，吐想，哎呀，原来知道我造多少多少恶，挨多少多少恶，这钱我也得吐出来，我可太造业了。把这个钱都捐完了，你再捐钱，为功德。这样啊，就是我们有的学生没理解这个道理啊，就像说建塔造庙似的，借钱欠好几千了，咔咔借钱还建庙呢，这不能发呀！你借那个钱，然后呢，一分钱利息不给你，拿去建庙去了，没功德不算，你还有过呢，啊，你耽误人家资金周转了，啊，然后你拿不修功德了，你别修功德啊，不能这么修行，教给大家长智慧。啊，每一个起心性动念都如理如法，怎么修的？不信你就试试看。你一个真法愿修的人，啊，说我必须修成肉，这就是愿。当你这个愿一起的时候，天地间有六种震动啊，佛菩萨加倍你，非让你了业不是。告诉你，你不能成就，佛国即是净土啊，你走不了。啊，那是你非有愿，但是你这个贪心还没放呀，你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啊，无有觉正净是啥呀？佛呀，谁修成了谁就是啊。你净不净？你净你就上净土，你不能净就去不了这净土。有多少人这个现象比较普遍啊？这是一个，再一个啊，我们偷税漏税的啊，我们家有没有这眷属，我就告诉你。修行啊，啊，善和恶不能夹杂，有不少这种学生，啊，家里做着买卖，想着还偷税漏税，啊，这边还念着佛，还信着佛，这边还做个功德，那你说你这是善呢，你是恶呀？夹杂不夹杂？嗯，算税款的那节课我们讲了一部分啊，多大的罪过呀？全国十二人的税款啊，一块钱都压得不了，何况多呢？回去以后啊，问师傅说偷漏税这帮人怎么办呢？师傅说
不再有机会做人参了。那咋整啊？说你看没看见城市那花草树木啊？啊，他们都干那个去了，做了城市里的花草树木。说为什么呀，师傅？为什么？他们到寺庙捐款有没有功德？有，但是不能抵挡他的罪业。啊，他劝全国人呐、啊，他就得做花草树木，够全国人，全世界的人谁走到这块儿，他都得受人家。那走的得看你一眼吧，有花有草啊，干啥呀？你欠人家的，哈、啊，有没有机会？没机会啦，多吓人呐、啊，不得人身，你能不得？所以说谁欠呀？你赶紧的吧，你别打折扣，你也别心疼，那钱不是你的，是国家的。是人民的，我们得懂这个道理，没懂，就一个字儿，还是个字贪呐。啊，我们说来说就是很深刻，说没有谁给我钱，我不要啊，是不道理？啊，千难苦难的舍身呐，我们无涉及到贪婪，导致了我们无涉及到沉沦，啊，都是因贪而有，就没有人理解这个道理，真的假的？啊。你说你欠了旁边三尺深人看得清楚着呢，善恶皆不过呀。我们修行的人知道记账了，有善有恶，有恶啊，有记业无记业，把、啊、善恶都得记。所以说想没因果怎么办？不造啊。为什么说这个法在我们生活，我们一定要去弘扬它，不是我们几个人才得的，也不是我们几代一代两代人才得的，我们要今后的众生都该懂这个。说你不借鉴的话，谁有造恶呀？啊，你要是借鉴了佛法，谁还造恶呢？那像我们家这个孩子，一天回家跟我说，说妈妈呀，我拿了2块钱，去年时候告诉我，我给老爷爷了，他满脸是胡子，可穷了，好吗？我说好。为啥呀？怜悯孤苦啊，是每个人应该修行的。这么小他懂了，为啥呀？给他讲法呀，啊，有空摸着就给他讲，啊，讲因果。然后呢，同学们玩小蚂蚁、小蜻蜓啊，他不玩了，告诉人家，这不能玩，这是生病，这不是先天就有的，是后天教育才得的。啊，前几天跟我说，他妈妈呀，有一件事给我气哭了，为什么呀？他说我放学以后啊，看见一个老爷爷。可脏可脏他了，那个谁都不给他钱，我给他1块钱，我还有1块钱，我还想要给，同学就拽着没让我给。我一个同学呀，走到他跟前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”他说：“他咋那样事儿呢？给我都气哭了。你说他多可怜呢、啊，这么小，他能发出慈悲心来？嗯，赶紧表扬他。哎，对，你说的对，这就是一个受了佛法教育的孩子。”和一个不受佛法教育的孩子截然不同了，不一样啊！我们把法给孩子了，他会怜悯，会慈悲，会喜舍了。长大了，你想，还会有灾难呢？再长大以后，让他念经呢，开始了前世的业，也就是说，了前世的旧业，读照今生的新业啊，然后修行佛法，当生就离苦了啊，当生就成就了。都这么用的佛法，不是你们几个用，我们几个用就完事儿了，不这样啊。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年长的，我们孙男弟女，告诉他们怎么修行啊，一举一动都得修行，一点一滴呀、啊，都是这么修行。说法怎么流传出来，就这么流传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家的孩子觉得，造同龄的孩子，确实不一样啊。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知道修行了。如果我们全世界的人，你们都像我这么去教育孩子，我们会有灾难吗？我们会有求不得吗？不能啊！说一切都是我们心造作出来的，三界唯心造啊！我上哪不上哪的心演变的。所以佛在讲楞严经的时候讲心法了，大法啊，说显真心催往时的大法就是楞严经。我这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法的作用。人人都需要你，就说我们从小就拿法量的，啊，用了一把佛的尺，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拿佛的法量，所以我们才造了千般的罪恶，啊，这时候才得法，啊，
就是为时太晚，这个法就是怎么流传，从小的三岁娃娃讲起就开始信佛了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从这个问题上，我希望大家能借鉴啊，怎么去运用这个佛法。咱们呢杀的问题一直没是很讲的啊，杀的现世因果在我手里也比一比解释啊，一杀有的果报，任何一个法都大不过佛法啊。说所有的教派都没讲杀啊，唯有佛讲众生平等的道理。他们说呀，这些众生就是给我们吃的，然后又不吃的伤害就不平衡啊，是你吃我吃你是自然的。但是佛没这么讲啊，佛说十种众生我解脱啊，从胎卵湿化到无想念的所有的众生，佛都在度他们，告诉一个平等的道理，是不是真的呢？是真的啊，一点儿也不是假的。在2004年的时候啊，是见到一个患者啊，一个妈妈带了一个17岁的男孩去见师傅，这孩子有病。当他见师傅的时候，师傅要吊满一个人的善恶果子啊，这个我们到时候有的就听到了，吊他的生死簿子。当上阴曹吊生死簿子的时候，阴官就告诉这个孩子你不能动。看哪，我们造恶的众生啊，我们千年不是你自己呀、不是一代人。这个故事里边有很多学问在里头啊。为啥不让动呢？师父说为啥不让动，印章帝就把善恶果子就拿出来啊，给师父看。师父一翻一看，果不其然出问题了，说不能阻止这个业，谁都没有这个权利，为啥不让看，什么都不能看呢？然后师父一看什么原因呢，说呀、他们家欠人一头牛钱，然后看看这个牛是怎么欠的，什么原因这个因果跑这儿来了。说在20多年前啊，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啊，仔细听。这个男孩他爷爷家里头是种地的，过去在农村啊种地，20多年前的时候啊是种地的。别人啊去放牛啊，这是放牛的，可能就顺着地边走。这家人寻思，这一些牲口老顺着走，这都把我的地都给吃了，都给祸害了，他干啥呢？整耗子药下来看一看啊，我反复多少年的事儿，看了咱师傅是不是看着现身果，是不是真的？地下药以后呢，他家的牛就吃了，他吃了就要死了。要死以后啊，20多年前这头牛可能就卖了1300-400块钱。实际上这头牛的价值死了以后能卖到1700-800块钱。这头牛要死，要死以后啊，他来找他家来了，说你看见了家下来要把我家牛要死啊，看看怎么造的。然后他家说了，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吃我家地头的啥药，我都怎么不是呢，你看你家地头啥药，我看见了但没想到你牛要死，说不说他俩就吵起来了。吵起来以后啊，这家人就说了，那你想咋的？他说了，我咋的也不想咋，牛已经死了，但是农村挺困难，你也不能让我赔这么多钱，你再赔我600块钱吧，那补补这个差吧。啊，他俩人商量，完这家人说了，600块钱没有，就给你300，你爱要不要？我咋没了解呢？然后这家人想了，给300也不给钱了，给300给300，他就给了他300块钱，这事就拉倒了。事隔20多年。哎，这家的孙子长大了，孙子长大以后啊，阴曹地府也就来讨这笔债了。看看这俩人还都活着呢，啊，这个人也活着，这个人也活着，都没死，能解释啊？他说三生有没有神灵？真的。然后啊，说完了以后，师傅就问他：你们家养牛，还是儿媳妇带着孩子去，就不承认？那不承认不行，师傅回家问去，你回家问去有没有。你没有，你就不知道，你可别说没有。回家问的，问完以后给师傅打电话，师傅啊，问着有没有，有，怎么回事？他就讲这个事儿，他就把这个整个过程就讲给师傅，确实有这么回事儿。通过这个现世因果，我们一步步去了解的，
了解什么？佛讲三世因果，真实不虚啊！佛讲业因果报，自动流转，还真实不虚啊！说我们所做的功德，我们所造的善与恶，儿女背不背呢？背呀！隔代人还背这个业力，看一看啊！不是说我修的好与不好跟别人没关系，要想。第一事儿，你修自己，还要考虑你的子孙呐、啊，你的儿女后代呀、啊，这个问题出现了，就是他累世姻缘，在师傅这能解决这个，能看到这个问题。如果不是碰到什么人间灾难，不知道怎么走，没有人知道。说我这么病苦，这么灾难，求什么都到底什么因，没人能知道，只知道果啊。捧起果的时候，人都能看见。在找因的时候，没有人能知道。说没有无比的神通，那不能看到因的啊。所以我们讲，就是活生生的现实，不是假的。那这时候你说，山是神灵有没有啊？有啊，这俩人都活着呢啊。现在这孙子已经得报了啊，开始给他果报了。这就是佛讲的这个因果的大法，确实在我们世界。这个时候你说这因果，他可是没教派的，教派是人分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愿法界的众生都能闻得佛法，都能获得佛法，都能在佛法中受益，这就是佛法，一个博大的法啊。那么这个问题出现，你问完以后啊，有一个问师傅怎么办？师傅说：“那呀，这个问题需要解决，怎么解决？是你呀、啊，欠他多少钱，赶紧给人家。”啊，让这家人去找这家人，然后这个女第二天又给师傅打个师傅啊，这个人找不着，师傅说不对，没找和找不着啊，这可是两笔账啊，你连找都没找，你怎么知道没找着？他就乐了，你说对了师傅，我没找，那你为啥说找不到？他说我想试了20多年，还能找到这人了吗？说你去找去。你找不着的时候，你回来再跟师傅谈，师傅我没找到，然后师傅再来调因果跟因果谈，要你找你没找啊？我确实没找，师傅说找去，去找去，看看怎么解因果的，不像我们讲的，师傅看一眼就好了，谁也不能阻止这个业力。找没找去以后，一看，真找着了。这时候他的儿女也已经长大了，啊，他在他家门前呢盖了一个小卖店。啊，有个小卖店，啊，找着，找着这钱往哪儿放啊？就直接给人家不敢给，事隔20多年了，他因为这事儿翻起官司来，这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把钱扔他家院儿去了，还怕人家别人捡去？说他家有个小卖店，啊，想个招，这是他们自己想的招，想着跟师傅讲怎么想的。去以后他说了。一个小姑娘在小卖店卖东西，那这家的孙子就长大了，开小卖店，说他这个人呢，拿着个钱到塑料袋包上，啊，上那家小卖店买东西，买东西时候就把这钱放在包底下了，去买东西，买完之后拎着包就走了，走完以后他在外头看，因为是农村嘛，看找小姑娘，哎，这有包啊，这包还有钱呢，他把这事做完以后，回来找师傅，他怎么做的？看我这么坚定过了，说你想欠人，你还不想给，你还想离苦，门都没有。为什么佛说业因果报丝毫不爽，是真的。回来以后，师父再找英国来解这个问题，这么简单。所以说，从这个问题上看，当初我们要是一个修行的佛子，我们怎么会在地上下药呢？要是一只蚂蚁，我们都知道是背因果的。我们不会这么做呀，是不是道理啊？一头牛给人咬死了，多大的生命啊！这个因果想不危行吗？你是欠人一头牛不算，你还欠人钱呢？你要600，你给300啊？这么多年了，这事儿到现在才给果。如果没有师傅，没有人周开这个果，得果那咋得呀？是为什么佛总称我们众生为迷惑与颠倒啊？不知道就颠倒了，就迷惑了。就是说这个事是摆到我们这块儿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有因缘的。告诉大家，师父拯救的人也是成千上万人中的极个别极个别的，
人家能得到解决，几世姻缘啊，不是一世两段，也就是说善根福德因缘已经具足了，师父来以后来给他解这件事儿，这个业是师父打的吗？不是啊，师父要调阴曹地府啊，要从头到尾给他们摆开了，这个因果才开了。你说是师父救的也是，说不是也不是。师父说我要你做的事你得做呀，我要你忏悔你得忏悔，是不是？告诉大家我生忏悔一下，嗯，你们不造业吗？把那药下在地上，让人牛要死，让你赔钱呀，你还打赖，管你要600，你给300，说正业吗？多少什么业力加在一起了，才形成这么样的果。所以说我们认识因果才认识，没有这么实在在的现实因果，我们难以相信佛法。为什么我们现在佛门内的人还颠倒啊？他们超拔呀，他们长亡灵啊，病眼症，咱把这因果给打开看，佛都不阻止这个业力。如果他不是走了社会召开以后，你说他有这么大的因果在那牵着，你说你给他打多少表他能吉祥呢？你给他看多少仙他能吉祥呢？你给他烧多少吉祥树他能吉祥呢？咱问这问题是不是？你没认识现实因果，你就认为能求得。为啥说我们从初期的人类一直到未闻佛法之前，整个的这一段人生的路都是颠倒的，都是迷惑的啊！只有我们一念心得法的时候，为啥连再三跟我讲不让你颠倒？你一念获得正法了，你还颠倒？那凡夫怎么办呢？那还有谁不颠倒啊？是不是？当然，我们已经带着走到这儿了，我们必须得觉悟啊！有一批人觉悟，这个是我们呐，不能是别人呐，认识。但是说归说，多少部经典讲清净啊，讲本性啊，讲不贪婪，但是谁听啊？谁没贪婪？大概有多少个贪婪呐？少啊！啊，所以说我们在活生生现实因果面前，这有没有小鬼啊？有啊！啊，地狱生死簿有没有？真熟悉，不是假的。说佛讲的那么多大法，讲地狱，讲的多真切呀！啊，各大鬼王，主善的、主病的、主灾的，真有没有？真有，一点也不假。这俩人还都活着，这俩老头都70多岁，看没看见？这果报先出来了。说人死再算账啊，不能你死就算账了。啊，头上三尺神灵可是清清白白，一点不是假的，人们看不见。这种法没有大神通啊，观道现身果没法讲。我能在那块讲，这要没有师傅，过100万我也不会瞎编不行，不会编啊，编不出来。这个因果也不小啊，没有人能透。所以说，当有千般苦难入佛门，这是还有病的孩子，还没有很大的病，就是活得挺辛苦的。哎呀，就像你浑身都没有劲儿似的，拿不成这小孩就这样事儿。为啥呀？这么大业力牵引人家啊，不找你还得找子孙后代呀。没找你为啥？那可能你前世福报修得大啊，到现在的你前世就说那储存粮食似的，别人储存2吨，你储100吨，到现在你还没吃门呢，所以这个果报没有进入给你，那咋办呢？还绕圈走了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懂得修功来得啊，就像说前人栽树后人来乘凉啊，你这个树不栽你自己不行，别人也难得呀啊。所以说这个活生生的现实因果，没有人说真的很认识他啊。所以说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接近这个啊，咋颠倒的啊，你求是不能行的啊，只有修认识才能真的去解脱啊，觉悟啊，不造。所以说有很多现实因果，咱讲这个鼻腔癌的患者，然后他这个鼻腔癌在身上关，这个因果咱要解他一下啊，就是分析他一下。我们上节课讲的不是很透彻啊，那么这个现象大家已经知道了，什么原因他得了这个报？那么如果他是一个佛门的人，他不会这么做啊，不能造这么大的恶，没想到这么做。说你看我慈悲的还有罪恶了呢，看慈悲也有罪恶呀，啊，发心都有对错呀。
那么如果当初这100多人都是佛门的人，谁能给他做这假证呢？法多重要啊，人人都需要啊。哎，你不信是你善根福德不具足啊。啊，100多人联名，这100多人都没赢过。所以说我们要拿这个故事来借鉴什么，我们当做每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呐、都得拿佛法呀，万万不能错。哎，说你看那老太太挺可怜的哈，为了救他儿子，为了救他媳妇儿，帮帮他吧。你看你这一词堆错了不是，这个婆婆为了救媳妇儿，你看你遭恶了不是，你给法官送的呀。那法律可是一个天平啊，掌管在你手中这个权利，它不是随便用的。你随便用配不一模啊，100多人多大的业力啊。你现在老太太不好能好吗？说你师父看一眼他就好了，可能啊？谁能抵挡起呀、这老太太她也不是这个净土，她也不是不念经，现在咋样啊？现在还行。多大的业力啊，原来又住到哪可严重了，一开始车上。那么通过这个因果，我们要借鉴，为什么说人人都要学佛啊？我们不去做这个假证，我们是不是为老太太守了一个因果？我们这种思维是错误的。当时师父见他的时候，师父说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业力，没有人阻挡得起。所以说这个问题讲给大家，也是让大家去借鉴，在我们眷属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们不能拿出那种颠倒的慈悲了，迷惑的慈悲再来做这件事儿，这就是极大的错误。说同类同惰呀，做假证不光是他这一桩，咱们师父见过几个做假证的，师父一看就知道啊，做假证了，伪证。所以说我们要掌握这个，这个事儿不了解我不讲，不知道我不说。话说为了救他，我们别这么做。谁都有谁的业力，不一样的啊，这是一个。姐姐啊，就说这个，当我们眷属有了牢狱之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出钱。这个钱干啥呀？肯定给他进去以后要花钱呀，要吃饭呢。哎，这个行，我们给一个金钱的辅助，一个人情的关怀，这是我们凡夫该做的。我们该做什么？我们不该做什么？这个借鉴我们得花钱了。他们吃的给你送点吃的，可以讲些道理，必须这么做。因为你拿了钱在运作，你触犯世间法，更触犯佛法呀，背无穷的因果。他这个业力还没散呢，你又增加了新的业力。你这个老太君就是个例子，与100多人背因果，包括法官呢。师父当时说：“这老太太累不呛呢，你上跑下颠的呀，造多少业呀？你这下的100多人都背，他一个人背因果，说100多人因果，一人扛不扛起？扛不起。所以说不能带别人。”入邪之邪相，不得了，这是一件事儿。